Hello，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再次的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我们 HBB 中文堂的线上崇拜。那我是 Eddie， 是中文堂的牧师，这位是我的太太佳杰。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祝贺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是的，若你是跟你的爸爸一起的话，也邀请你能够与你爸爸一同参与我们的崇拜。若你是新来的朋友，我们也非常的欢迎你。在这个时刻呢，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宝父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我们良善的父，你是我们慈爱的父。在今天是父亲节，我们要特别的来到去将我们自己献上给神你，求神你也保守今天的崇拜，求神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神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求， Amen。 Amen。 那这时候呢，让我们一起邀请 Wendy 来带领我们唱几首的诗歌。当我呼求你名，你应允；我跌倒，你就在我身旁，释放我，救我脱离黑暗。我现在紧握心神盼望，主恩救赎我的自由，主我属于。找到爱比生命更加宝贵，找到盼望，坚定的永生应许。我曾迷失，现在为你而活。你是我，是我坚固磐石，我一生都跟随，紧靠你。荣耀赞美和尊尊全归于我在天上宝座的君王。我找到爱比生命更加宝贵，找到盼望，坚定的永生应许。我曾迷失，现在为
释放的旧的真自由，我是神儿女，这就是我。种子由他一束回我恩典拥有，当我还做罪人时，耶稣为我死，他竟为我死，生子释放的旧的真自由，我是神。
同在里，再没有事物能与你相比，活泼的盼望超越全世界。尝到世上最甜美的爱，当我心的释放，我羞愧都松开，你同在里，哦，你同在我，哦，亲爱神灵，我们欢迎全相赋予你的存在里，哦，亲爱神灵，我们欢迎你，充满这氛围，浇灌在这地，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相。让我更多来感受你的存在，让我更多经历你荣耀中的亮闪，让我更多来感受你的存在，让我更多经历你荣耀中的亮闪，让我更多来感受你的存在，让我更多经历你荣耀中的亮闪。我全心渴慕你荣耀降临，完全降服于你的同在里。
主要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美好的星期天，来到了一起的现代线上一起来敬拜你，来庆祝父亲节这个美好的日子。主耶稣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教会的父亲们来交托于你，主啊，请你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赐给他们圣灵，赐给他们智慧、喜乐和平安。主耶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交托于你，主。主啊，请你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国家，请你把这一切的疫情通通的带走，主啊。主耶稣，也请你赐给我们的国家的领袖们智慧，能够的带领我们的国家，能够把我们的经济上能够的恢复，主啊。主耶稣，我们也要把我们的 HPV 这个教会来交托于你。主耶稣，请你赐给我们的牧师团队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们智慧和圣灵，来到服侍你，主啊。主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教会里，请你赐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请你保守他们。主啊，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所祈求的，阿门。There's so many. Yeah. None of his jokes are really good. Yeah. But there are a lot. Yeah. If you witness a robbery at an Apple store, does that make you an eyewitness? This one time, I think it was Father's Day, he wore this brown batik shirt and he was lying down on like all of the carpets in the house and saying that we couldn't see him, like it was camouflage. Like, that was the ground. The worst dad joke is him saying joke. I think he actually made this one up. It's what's the heaviest food in the world? Wonton mee. What's the best thing about your dad? And I make sure he's okay.The best thing about my father is his cooking. He is an amazing chef. But more importantly, the best thing is how he models the love of Christ for our family every day. I love about my papa because he can put me to sleep at night and he can give me a super massage. He loves me and he always sends me some Milo and happy Father's Day, Daddy. He knows where are the best places to eat at, so...If I need someone to pick me up from the train station, he will definitely come, rain or shine. Him buying food, him buying stuff, and owning the aircon. Making money. Making time for us. And loving it. He does not know how to cook, but knows how to make sandwiches, like simple dishes. Oh gosh. 能陪我。陪你做什么？吃喝玩乐。好不好？很好。你喜欢我什么？就是常常买很好吃的东西给你。你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补飞。补飞啊？嗯。哦，下次带你去吃咯。嗯。OK。父亲节快乐。嗯 ，Thank you， 我也要吃啊。啊 ，OK。You like most about Daddy?哇、wow, ，谢谢这班孩子们对于父亲们爱的表达。是的，那这时候呢，我们也借着这一个的时间段呢，来为所有的父亲们献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围着所有在线上的父亲们，都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恩手当中。特别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围着他们在过去的辛劳，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也继续的求神，你自己的恩福、平安和喜乐都临到他们的当中。我们将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再一次的欢迎弟兄姐妹参与我们线上崇拜。这个时刻呢，我们有收奉献的时间。收奉献是我们对于神一种的敬拜和感恩的表现。是的，弟兄姐妹可以点击我们在留言区所提供的那个的连接来，然后去做出你的奉献。那这时候呢，我们也有 HBB 快讯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观看这个星期 HBB 快讯。June, we are having a Zoom after party at 6 p.m. right after the 5 p.m. service. And for this month's online after party, it'll be run by TTDI Connect Group. The after party is really a time for community and fun. You'll get a chance to meet some familiar faces and make new friends in small groups while playing some games. So slide into our DMs on any of our social media platforms for the Zoom link, or keep a lookout for the Zoom link on the chat box of our 5pm online service on the 28th of June. We can't wait to see you there.好，再次的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线上崇拜。那特别今天是父亲节，再次的要祝贺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当然我们除了父亲节之外呢，我们也是进入到整个旷野系列的那个第三个星期。那记得在之前呢， Pastor Elvin 就跟我们分享到关于磐石出水的课题，而之后呢，在第一个星期我就跟大家分享到关于玛纳的那个的信息。上个星期呢， Priscilla 实习生也与我们分享到关于西乃山的发生的那个的事迹。那接下来不晓得弟兄姐妹会觉得我又会就是选用怎样的经文来带领大家今天来到去思考呢？哦，大家可以猜一猜，特别在那个的留言区当中，你可以打出你觉得今天我会与大家分享的那个的经文或者是那个的事迹。那记得在之前呢，就是我们的首相就曾经在他的一个的演讲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个的词汇，什么词汇呢？就是 Kasini Kasana。 然后就是因为这一句的词汇呢，就有网友发挥他们的创意，把这个 Kasini Kasana 变成了一个的 rap 神曲哦，然后就非常的红，很多人就跟着在那个网上那边跳。那今天的经文也有这个的词，就是 Sini 还有 Sana。 不晓得你猜到的了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七章第八到第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八节。那时亚玛利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征战，明天我要站在山顶上，手拿着杖，手里拿着神的杖。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做，和亚玛利征战。摩西、亚伦和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就得胜。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们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西尼，一个在撒那，他的手就稳住，一直
直到日落，耶稣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事记录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耶稣亚听。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从天下全然涂去。”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他说：“我指着耶和华的宝座发誓，耶和华世世代代和亚玛利征战。”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愿主你的话语向我们阐明，特别我们也祈求圣灵你来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的当中。我们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猜对呢？格西尼格山呐，那在经文当中有提到，就是亚玛利人和征战。我们可以说，当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呢，就是这是以色列民他们第一场的那个的战争。有人说，埃及它代表了主老以色列人被拯救出来的国度。而亚玛利人呢，就是拦阻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得安息的那个的代表。亚玛利人是谁呢？哦，一般上我们都会认为他是以扫的后裔，就是那一个雅各用那个红豆汤骗了他哥哥的那个的福分的那个的后裔。那为什么他们要与这个亚玛，就是以色列人要与亚玛利人征战呢？特别经文《生命记》第25:17-18就如此的说道：“你要记得，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在路上将对待你，在路上迎击你，趁你疲乏困倦时击杀所有在你后面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当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仇敌搅扰，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静的时候，你要把亚玛利的名从天下涂去，也你不可忘记之事。”换句话说，以色列民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当他们在这个不熟悉的旷野的环境，在这个艰辛的这个的道路的当中，亚玛利人他们就趁着他们软弱的时候就来到去攻击他们。而正如我们粤语有一句话说，趁你病攞你命啊，就是趁你软弱的时候就拿你的命。这也是导致摩西他吩咐约书亚去召集人来到去与他们打仗。那约书亚在这一段的经文也是第一次被提及的，但神在这一次以色列民与亚玛利人的征战当中，他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字在天下被涂去。”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字从天下除去，这个的事情是以色列民一生一世都要去纪念的。但是他们在过程当中呢，他们似乎对于这一个的天敌，他们开始松懈，也渐渐的忘记了他们要去抵挡这一般的他们，这一般的亚玛利人。以致他们只能够一直到在以斯帖记啊，才能够完全的消灭亚玛利人。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谁是我们的亚玛利人？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亚玛利人？是我们需要来到去克制，还有去驱除的呢？神在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之后，在旷野也要他们去面对和克服他们的天敌，就是亚玛利人。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被拯救，我们被赦免，但神并没有允许我们放置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的亚玛利人不管，相反的，却要我们不可忘记要去克服它，去消灭它。正如保罗提醒我们的，我们要攻克己身。如果有一刻我们松懈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让它有增长的机会；如果有一刻我们放着不管的时候，它就有机会来到去攻击我们。
我们可以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来到去看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迟迟不能够消灭亚玛利人，要到一直到就是以斯帖记的时候，甚至在以斯帖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差点就被这个的民族来到去给消灭。我们生命当中的亚玛利人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一个旷野的处境当中，我们要去克服和灭绝的那个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亚玛利人又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坏习惯？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的思维？还是那些隐藏在我们内心当中黑暗的事情？记得在我之前就是比较坏的时候咯，我脾气是非常的暴躁的，然后经过认识神之后呢，似乎这一个的事情就开始有点稍微的改变，然后因着他稍微改变的时候，渐渐好转的时候呢，我就渐渐的把这一个的事情似乎给忘记掉，也对于他不以为然。特别在这一个的MCO 的期间哦，这一个我开始忽略的事情，我开始忽略的那个的亚玛利人呢，就渐渐的开始浮出来了。特别在这一段的期间哦，我的太太是比较可怜的，为什么？因为她要在这一个的限行令当中去忍受所有的就是新的事物之外呢，她还要忍受我这个臭脾气的丈夫。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我的状况的时候，我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和克服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的亚玛利人，千万不要觉得侥幸，或者是把它放置不管。为什么？因为你会预想不到它所带来的那个的后果，还有那个的影响力是多么的大的。好，那说到来，那我们要怎样来到去解决呢？就是去打他。要怎样打？摩西在这里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的例子。特别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手举起来。有圣经学者说，当摩西在这边举起他那个的手的时候，他是在那边祷告。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后的犹太人，他们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把手举起来，虽然我并不知道摩西在这里是不是在祷告，但是他如此做的时候是在表达，是在体现着他仰望神还有依靠神。经文也非常的微妙，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就是摩西何时举起他的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下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何时仰望神、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得胜。相反的，我们何时垂下我们手的时候，敌人就有机会来到去攻击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一场战争当中，让我们看到他们的得胜完全不在乎是人的作为，而是在乎神的那个的能力。所以当他们得胜之后呢，摩西就筑了一座的坛，然后筑了那座坛之后呢，他就称这个坛为耶和华尼西。那耶和华尼西的那个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它包含了两个的那个的意思。第一个就是在战争当中，神是在前面成为我们的旌旗来到去引导我们的，而第二个呢，就是在告诉着我们耶和华是我们得胜的那个的能力。就是说，若我们跟着这个旌旗走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得胜，不得不得胜啊，就是一定会得胜的那个的意思。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我们面对旷野的处境，面对亚玛利人的那个的攻击的时候，我们要仰望他，我们要高举他，他才是我们得胜的那个的能力，是我们那个的旌旗。
也特别在这边要鼓励所有的父亲们，因为今年是父亲节嘛，哈，父亲在一个的家庭当中，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某一个程度而言，丈夫是一家之主，丈夫也如在经文当中的摩西一样。摩西在这里几时举起他的手，他们几时就得胜。同样的，在一个的家庭当中，父亲，我们几时举起我们的手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就几时得胜。因为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家的，是我们的旌旗，他是我们家得胜的能力。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我想我们要怎样来到去依靠他呢？我们可以尝试，就是每一天当你起身的时候，就做一个简单开始的祷告，来到去围着提醒着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耶和华是你的旌旗，是你得胜的力量。除此之外呢，也围着你生命当中那一些的亚玛力人来到去祷告，我们求神的能力来到去帮助我们胜过这一切。好了，最后就是谈到关于亚伦和户尔。好，经文第十二节说，但摩西的双手沉重，他们就搬一块石头来放在他下面，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引住，直到日落。那我想你大概知道这一段的经文，特别这一段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去寻找我们生命当中的亚伦还有户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软弱，然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亚伦与户尔来到去扶我们一把。一个迪西尼，一个迪萨呢，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帮我们搬一个的石头来给我们，手扶着我们的手。特别今天是父亲节，也要在这边提醒所有在线上的那男人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都要负起担当的那个的责任，而男人所要负起的那个的责任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啊。真的，为什么？因为正如神在创造男人的时候呢，他就告诉男人说，你要去耕耘，你要去看管责任啊， OK。 所以不管我们是处在怎样旷野的处境状况都好，我们都需要这一个生命中的亚伦还有户尔来到去帮助我们。那对于结了婚的弟兄姐妹而言呢，我想特别是弟兄，你生命当中最佳的那个的亚伦还有户尔就是你的太太。为什么？因为当神在创造女人的时候呢，他之前就说他要为男人造一个的配偶。所以单身的弟兄姐妹，赶快去寻找你的亚伦还有你的户尔。那除了太太之外呢，我想教会的同性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的亚伦还有那个的户尔。我们都不要逞强，我们都要看见我们有软弱和需要的时候，正如摩西也一样，如此强大的人，在这时刻他都需要亚伦和户尔。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去寻找到我们的亚伦还有户尔，来到去随时帮助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经文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是否也能够成为别人的亚伦还有户尔呢？总结今天经文所带给我们的三个的信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正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亚玛力人。第二个，耶和华是我们的尼西，耶和华尼西是我们的旌旗，是我们高举和得胜的那个的能力。第三个，寻找我们生命当中的亚伦还有户尔。不单如此，我们也成为别人的亚伦还有户尔。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时候我请弟兄姐妹再一次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圣灵，请你来。特别在这时刻，我邀请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的亚玛利人，你很想要去克服他，你很想要去击败他的时候，我邀请你可以点击那一个的 live prayer。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这一个的祷告是完全保密和隐私的。同时我要为着所有在线上当中的父亲们，我也要邀请你，今天是父亲节，让我们有教会有这一个的机会来到去为你祷告。所以你也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最后我也想就是邀请在线上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想要我们在线上的牧师团还有祷告团队来为着你的父亲祷告的话，你也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我们的线上牧师团还有祷告团队都在这里等着你，陪伴着你。这时候呢，让我们一起邀请文帝来带领我们唱一首的诗歌。一生就为这时刻，安静与你同在里，喧嚣沉寂，主向我说话，我全心关注着你，我要留恋也倾听，不错过点滴，祝你知我心，想更亲近，我心渴望更新，我就顺服一切，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完全降服你脚前，我只求能够更深认识你，主我会再敞开心扉，让恐惧随风而去，我心渴求着天堂的感动。你是清晨的火焰，你是夜晚的凉爽，我灵魂栖息，我骨中生命，你的爱和香气里，再无需任何犹豫，这最是甜蜜，祝你知我心，想更亲近，我心渴望更新，我就顺服一切，我只要活在你的爱里面，完全降服你脚前，我只求能够更深认识你，主我会再敞开心扉，让恐惧随风而去，
我心渴求这天堂的感动、哦哦相扶在你的同在、哦、更多有你，更多有你，我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的全心，只有我主能成就。耶稣来掌管我生命，我向你敞开我的心，我向你敞开。我心渴求这天堂的感动。让我们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我们愿主你自己的恩惠、平安、喜乐常与我们同在。是的，神，我们、要常常的来到去依靠主你，因为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们的荆棘。孩子要为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向主你献上祷告，我们愿主你自己来赐福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将祷告是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再一次的谢谢弟兄姐妹们参与我们线上崇拜。这个时刻呢，我们的崇拜到此结束了。是的，我们依然继续的欢迎你，如果有祷告的需要的话，可以点击那个的 live prayer。 那当然我们在崇拜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欢迎你就是加入待会我们的那个的会后聚会哦，我们也会在留言区当中提供那个的连接。那我们崇拜就到此结束，再次的祝贺所有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愿上帝赐福大家，拜拜。
你胜利降下来，做罪人是耶稣为我。
是神爱女，这就是我。相比，你是
就是太畜生的道，只够住一生同在，在造物中隐藏你荣耀，今生凝在基督里，这是何等柔美的你，这是何等柔美的你，我望耶稣基督生命，这是何等柔美的你，无一事无相比，这是何等柔美的你，耶稣的生命。为了与我们同享天堂，你的爱终天国降临，我追随中
心。